利用电音枪可以让队友站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边小子。收到粉丝私信，在玩家倒地的瞬间用电音枪电他，可以让倒地的玩家站起来。站着倒地，啥玩意儿？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游戏规定啊。这期就按照粉丝说的来试一下，让队友打爆油桶的瞬间，我对他使用电音枪。好像是有那么一瞬间，队友是站着倒地的。那这种状态下还能扶起来吗？这次让两个人垫，一个人扶，看看会怎样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丢个雷，然后队友就被定住了。开第一人称，看清楚点，让队友过来扶一下看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直接被电活了？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试试，不然过段时间电影节结束了，想玩都玩不了。对了，这期视频最后还有个彩蛋，有小伙伴想听我说大秘密，我就玩一下。小子又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你别笑。好了，我是南边小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